你这么老重的？咱辣了，咱辣了，咱辣了，咱们别给你推理了。没有，没钱，不要紧。你看看昨天那个损失多少钱？没钱，我们给你赔偿赔偿。俺自己。你看了吗？昨天是他给你把你了。无所谓，没事。那个拿着，俺不要。谁拿着？拿着，俺不能有你那么多钱。有了，哎呀，俺有那一堆钱，我不低头。不，好。